神闪躲，货车翻车，后车一秒快闪逃。行车记录器拍下货车剧烈摇晃后蛇行，接着撞上护栏，后方的轿车只花一秒顺利闪躲。他是没有爆胎，他就是可能就是自己操作不当哦，摇晃哦，然后就翻车，只有不到一秒钟的判断的时间，所以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是非常重要的。警方表示，小货车驾驶没有酒驾，只受轻微擦伤，所幸没有酿成重大车祸，肇事原因仍有待调查。动新闻彰化报道。